不得了不得了，这条鱼大的。啊，面孔冰得血红，脸都冰红了。来，来个特写。来了。来个人物特写。别跑，别跑。一会儿就给你骑汽车，好。坐汽车。我说你这个是第二次来自然之城。上一次乘车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自己回忆一下。这次乘车是要送你上路的。脸冰得通红的。就听见线的呼呼叫声了，还没看见过鱼啊。我遛那条的时候也是遛了半天，一直是出水。出水了就不好遛了，是要不出水好。我的去，这条鱼不得了。哎，你还等一会儿。搭桥，搭桥了。一个嘴巴上面，一个应该背鳍后面。这杆子。翻这速度啊！哦，好，来了来了，还差两次，好嘞，可以抄了。哎呦，差不多了。控啊！嗯，这条鱼可以的。哦哟，这条鱼不得了。嗯，嘴巴张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这条不得了，17斤。